一天到晚跑院长室要我们的 VIP 吗？欸、对对，学长，我跟你讲，他真的很过分。上次有个学历差点被他弄到离职。好，我们先到了，哎、欸、，Kelly， 我就觉得不能这样啦。Kelly, 我就说，今天什么到？他那个熟悉部肿瘤啦。果然有报应吧？我们不要笑了。好啦，准备开始啦。跟你讲哦、喔，人哦、喔，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啦。学长，这场半麻而已，他听得到你讲话了。当你被麻醉时，医生都在干嘛？你知道肝科杨主任吗？你说最近出国那个吗？我知道啊，他根本就没出国啊，真的假的？他去找他的小三 Kelly， 找骨科那个 Kelly。哦 ，Kelly 啊，器械啦！不行，去 Kelly。叫你用心开刀，不要八卦，那边一直八卦。是你先跟我聊的。啊，音乐咧？啊，抱歉学长，这首吗？放什么安魂曲啊？触我眉头，杰森最爱那一首啦。哦，好，学长这首吗？哎、欸，管要这一首，感觉才出得来呀、啊。Mosquito。这肝脏也太漂亮了吧！学弟，我手机拿过来，我要上精选动态，血管的走向、肝门静脉，这根本是万中选一啊！哎，这不是那个一天到晚跑院长室的 VIP 吗？对对，学长，我跟你讲，他真的很过分。上次有个学弟差点被他弄到离职。好，我们先到了，哎 ，Kelly， 我就觉得不能这样啦。我就说，今天什么到？他那个熟悉部肿瘤啦。果然有报应吧？我们不要笑了。好啦，准备开始啦。跟你讲哦、喔，人哦、喔，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啦。学长，这场半麻而已，他听得到你讲话啦。20年前的医生，你这个肿瘤啊，长的位置啊，这一定要开刀啊！医生怎么办？你一定要去救我。这个我很拿手，这个伤口要从这里开很大。才拿得干净啦！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。准备住院。现在的医生，哎、啊，你们不是有那什么达文西，还什么内视镜的？反正伤口帮我开小一点的、啊啊。我们会尽量啊，可是有时候因为角度的关系，可能伤口还是会稍微大一点。我说你要怎么弄嘛，讲清楚哦。我们可能还是用内视镜啊，病人有知的权利啊。我了解，但是就是我们会尽力啦，哦，要让你伤口小一点。20年后的医生。啊 ！AI 诊断开始，诊断完成，这边签名。